妈的，马腾云那个老东西是不是吃错药了，竟然帮着楚家打压我们。堂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要和解撤销对楚家的打压？不能撤销，现在撤销就前功尽弃了。我就不信了他小小的楚家还能翻得了天。可是这镇国集团的实力远在我们之上，就算你们上京徐氏不怕，可我们云城徐家也吃不消啊。要是这么硬拼下去，不出一个月我们徐家就会破产。堂姐，要不您请示一下神主大人。镇国集团的突然介入的确超出了我们可控制的范围，看来这件事情也只有神主大人能够摆平了。主上，说。计划本来进行得很顺利，但是镇国集团马腾云突然介入。等等，你把镜头向左移一点。是这样吗？听。好，有好兄弟相助，今日必将灭七国，大夏疆土北进9000里。晚上10点，带上你身后那把剑，到云城山水庄园见我。是。听见了吗，许浩？神主大人说，要来云城见我，快，快去山水庄园，恭迎龙御神主。好。